咱一个个解决，先解决 let bin 的 let bin 点 aa 万通在哪儿，添加一个 click 函数，然后添加一个 click handler， 这样我们就可以操控，让当点击 let bin 时就可以执行这个函数了，是吧？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使用 write bin， 当点击 write bin 时也执行这个函数，没错吧？那进入同一个函数，我们怎么判断我点击到底是谁呀？我直接就判断什么呢 ？this 等于一个 left bin， 这是不是就等于说点击 left bin 了？否则的话就是 right bin， 是这样吗？否则的话就是 right bin。好，这个是判断点击谁了。那么我们实际变化当中应该是怎么变化呀？大家可以理解啊。我希望的是，当我一点击切换到下一张图片，也就是整个的里面的那个大 div， 整个大 div 是一个长条嘛，是不是？我们让它往左移一个图片的位置，也就是让它的 left 这张大图 left 怎么样，减去一个。一张图片的宽度，一张图片是180，是不是？如果是到第二张，是不是减两张图片的宽度？再到第三张，是不是减三张图片的宽度？是这样吗？那它是不是就往前移了？例如说，我现在当点击 left bin，left bin 就是左边那个啊，当点击 left bin 时。哎，我是点 left bin 让它往左走还是怎么着？我是点这个让它往左走还是点这个让它往左走？点右键往左走，是不是？是不是？好，那我们在这写了一个叫 return， 然后底下写，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点右边了？我没有写条件，是不是？是吧？如果点 left 会不会到下面这一句一句？不会啊，不会的。点右点我们让它往左走一个，往左走一个，我们试一下，要谁呀？ image call 点 style 点 left 等于一个，等于一个负的多大？1280px 加上一个 px。 好，我们点一下，点一下，当点这个，哎，没挪动。为什么它不挪动呢？我们看一下 image call， 这个 image call 我们少写了一个啥东西？定位，没写定位当然不移动啊，所以给它写个绝对定位。来，再来点一下，讲，这个怎么？把图片都定位了，因为这个绝对定位我写在哪里了？放在这个是吧？好，写在这个，哎，这样就好了是吧？好，我们先点这儿，呀，挪过去了。那我在这儿给它写一个 let 等于一个零，这个能理解吧？它初始的时候是带零嘛，然后再写一个 transition 是 out 一秒，然后我们看到效果应该是，哎，是吧？哎，那这不就是你想想啊，那我这是不是应该成 i 呀？点几次我应该是几，往过移几张，对吗？那么这样写我们不能写在这儿，我们得写在这儿，先写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是判断移几张的 position 等于一个初始第几张，第零张。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里如果点击 left， 我们就让 position 干什么，先点，如果点击 left 我们就让 position 加加，能理解吧？
点 right 是不是佳佳 ？right 刚才是零，现在就变成一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如果 position 大于几？四，大于四还是大于五？大于四了，是不是？如果 position 大于四，我们就用 position 等于零。那它是不是就轮环了？零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就应该是这样了。要点击来，哎，没动，没动是因为我们没底下没加呀。我们在最底下再加一个啥呀？再加一个调用去跳动的，跳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image call 点 style 点 left 等于一个负的1280乘以一个 position 加 px 是这样吗？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一点它？哎，成功了，是吗？成功了。但是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在上面也得加 left 这个是 position 减减，如果 position 小于零时，我们就让 position 等于几啊？四，是吗？如果 position 小于零时，我们叫 position 等于四。这块都写这个，那么我们发现上面也写这句，下面也写这句，这句就重复了，对不对？我们说的重复的就把它放在什么里头？就放在一个函数里面，是不是啊？ move 移动谁啊？移动这个谁 move？ image call move。 好，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 image call move，里面写什么呢？写 image call style left 移动，根据 position 移动。OK， 这么就放里头了，能理解吗？是不是我执行这个函数就执行这句话，对不对？好，我们在哪里执行一句？在这儿执行一句，还在哪里执行一句？这个执行一句，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那我们看到结果是不是这样？来看一眼，来点了，好，点这儿呢，看一二，哎，完成了，特简单，你看，然后我们就得把这个 overflow 这个 handler 给它干什么？打开，是不是？你看它是不是就形成这个了？哎，对吧？啊，就完成这个了。那这个就是通过更改什么呀 ？position 的值啊 ，position 加加加或减减减，是不是？当 position 改变，我们执行这个函数，是不是因为 position 改变，我们就去乘以对应的值，就更改了 image call 的位置啊，对吧？好，那这个步骤做完了，我们下来再做谁了？点那个小红点了，是不是？小红点是这样点的啊，小红点是 for 循环 ，vr i 等于一个零 ，i 小于一个 li list 点 list， 这是数组吗？然后再是 i 加加做循环，做循环的时候我们就是 li list 当中的 di 项每一个都给它做真听点击 click， 然后再是一个 click handler。click handler，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点着这个小红点啊？这个不能起 click handler 了，我们不跟这个函数一起啊，我们叫做 li click handler。 哎，好， li click handler。 好，那这个 li click handler 是不是又写一个函数啊？ li function li click handler。 好，就这样。那我们在这里点击了以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了以后，为了能点着它，我现在将所有的 li 都给它增加一个透明背景，把 background color 增加一个 RGBA 括号，
那就是255:0:0:0，是不是透明的？嗯，增加一个透明背景。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在这点这个 LI 的时候啊，点这个 LS， 我是不是点着对应的 LI？ 比如说点这个，那就是几？零，是不是？点这个就应该是四，点这个就应该是二，是吗？我要谁等于这个数字？要谁？要谁等于被点击的这个数字？要谁 ？Position， 刚才那个变量 position， 是不是？你在点击这个，不就是改变 position 吗？你改变 position， 那个 position 乘以那个图片的位置，图片的几张图片就求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在点这个小红点也是改变啥呀？ position， 我点这个应该是跳转第零张图片，那对应就是零。我点这个应该是跳转第一张图片，就是一乘以一个负的1280。我点这个就应该是二乘以1280，是不是？所以我改点这个就点等于说我点是 position， 那我在这里怎么求出我点的是哪一个？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天学的，数组当中学过，怎么求出我当前点的是第几个？ position 等于什么？伤心的 LI list index of 谁 this， 这不就获取了吗？ LI list 是个啥数组？数组里面放的啥？所有的 LI。 this 呢，当前点击的东西啊，查我们当前点击对东西在数组当中第几位，可以不？这个第几位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前点击是第几个了？是不是？好，做完这一步，然后再执行哪一个？来，再执行 ImageCom， 看，再执行它，看一眼，点击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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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改变底下那个颜色，改变底下那个颜色。我点哪的，哪的就变成半透红色，是吧？好，在这里，再新建一个 PRELI 的变量 ，PRE 的 LI， 初始的 PRELI， 初始的 PRELI 等于一个 LI list 当中的第零项。也就是我们那个 LI 数组的第几个？零个，第零个。然后紧接着，我是不是要让它变色？对吗？紧接着我们让它变色，变的色彩是多少呢？变的色彩，我们写在这个函数当中 ，ImageCom。我们一开始就让它移，因为第一开始让它移这个 position 是多少？零，是吧？是不是这个 left 就设为零了？好，我们在这里移动同时，我们来做一件事，如果 PRE 例为真实，我们就修改 PRE 例点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 它的颜色等于一个 RGBA 括号255:0:0:0，就是透明的。如果 PRD 是存在的，我们就把它修改为这个，然后我们把 PRD 它的值等于什么呢？它的值等于我们当前 LI list， 就是那个数组当中的第几项呢？ position 所在的项， position 就是我们第几张图片，那我们就把 LI 数组当中的那个对应那一项付给 PRD， PRD 拿到这个值以后，紧接着
PRD.style 做一个 background color 等于一个 RGBA 括号255:0:0:0.3 做半透的颜色。紧接着 image call 目，我们把它放在初始化完毕以后最后执行一遍，因为这个 PRD 刚开始赋值为第一个元素了，是不是？那执行它完成，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我们看一眼，第一个是不是被选中啊？其实这一句话完全可以不用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有 position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去了，不要这句话。然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也有了，有没有？让我们点第一个，切换了吗？再点第二个，切换了吗？再点第三个，切换了。点这里，点这里，做完了。特别简单，真的特别简单啊。那么代码这样写就是简练写法。那么这个代码写完了，现在我们学的这个东西是最简的轮播图。这个有缺陷的，啥缺陷？你看啊，当往这儿点点点再点，就会干什么呀？走好多张，是不是？而且如果切中间这个，看也会走好多张，是吧？所以这种显然就适合我们现在玩一玩，很 low 的啊。下回我们要做就比这个要狠一点，复杂一点，是吧？那代码就得多一点嘛，对吧？